慢点说吧。老板，这个酒馆可以租吗？哎，不行不行，不租不租不租，拜托拜托，真不行，拜托老板，真不行，你快走吧。下周我可以给你两倍的钱，可以吗？两倍，那我考虑一下。谢谢，来，喝一杯吧。啊，师傅，进来吧。你是刘安礼呢？刘安礼是谁啊？那你们是？我们是这里的新户主啊。你的，你看。凝霜，你家属来了吗？我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老公。那手术的风险家属知道了吗？嗯。签字吧。好。行，好好休息啊，准备手术。谢谢医生。看你这嘚瑟样，我能不嘚瑟吗？我现在是你老公啊，你是我老婆。老婆这个词还是不太习惯。哎，叫着叫着呢就习惯了。老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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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婆。哎，不过我还挺担心陆哥的状态。你担心也没用啊，雅丽死活不让我告诉他。不然要跟我绝交。嗯，不过你告诉他也没用啊，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不是吗？不知道他在外面过得怎么样了。好啦，你放心休息吧。来，以雅丽姐的聪明劲儿，她在哪儿都能混得好。刘雅丽，她在哪里？